在福建省永安市区100公里外的深山中，有一个存在了上百年的神秘古堡，人称安贞堡。它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，墙体的2/3全是用山石砌成，最底部有4米多厚。堡内的房间多达360多间，如果一天住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11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11。原来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日晒千年山，水浸万年松，意思是说松木进水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坚硬，用松木搭建地基不仅稳固，还可以防腐。所以安贞堡在建造时，其下面铺了大量的松木，整整有18层之多，然后再在上面垒石夯土，沼泽地就变成了坚固的地基，从而使得安贞堡能够历经上百年依旧安然无恙。